你唔是我的养父阿妈，你到底是啥？是安怎要嫁做养父阿妈？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你赶快放开啦，我手会疼呢。你连我的手都无法度摆开，你真正唔是我的养父阿妈，你到底是啥？我阿妈人呢？哦，你这个戆囡仔，你是咧要白讲啥啦？ 啊，我就是你的养父阿妈，我唔是你阿妈，无我是谁啦？你把我手放开啦，啊不，安尼我就疼的呢。就你来到今嘛，你的行为一直甲我讲，你唔是养父阿妈，倒咧病床顶悬的是你的青春，煞一句关心拢无，连看伊的眼神嘛拢无爱，甚至无接见面，摸都无摸着。 啊，啊，都，啊，我甲子祥的感情都无遐深吗？哪里我嘞？我甲你的感情算有够深吗？人我阿妈看到我真心是欢喜流目屎，啊，不过弟弟的眼中，我看到是着惊，一点仔欢喜的情绪都无。啊，我无随做出反应哦。 那是我想着想袂到，讲我有法度通食到你亲亲的这工哩。哦，我就是想过欢喜啊，想讲我是毋是咧迷茫？啊，我看到兰花哦，甲你揽掉的，我知影讲哦，伊嘛足想你的啊。啊，我总袂用的哦，足凶的，啊，过家杀走，啊，甲你霸占你。小安呐，啊，你袂认真在咧食醋哦。 啊！你讲得爱老百姓才有诚意啦！啊，我拄啊嘛是目屎干的，感谢恁供应阿公啊！你迄是口气目屎？口气？哦，无啊！你这囡仔是当时变来遮猫啦？讲白贼，面阁袂红，看来阮养阿嬷都伫你的手头啊！小安啊，啊，迄是头壳拢无清醒呢啦！啊，我你甲公阿公哦。 早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啊！亏水害水，拢是感谢上帝。啊，不过你拄则讲，阿公对你辅助身躯边，你是倒位来鬼啊？敢反背上帝？啊，这张羊毛出头哪遮济啦？啊，到底是啥？我是要安怎才好？讲哦，你到底是啥？啊，若无，我的手真重，我来开始完成。哦。 啊，我是要讲啥啦？啊，我也无甲你骗啊！啊，拄啊，你嘛有听恁兰花阿嬷讲啊？啊，我着自从食牛津村的药了后吼，啊，直直定定袂记东袂记西，啊，我可能是拄啊，我药啊吼，我做起来啊，所以才会只乌白讲话啦。啊，你莫甲阿嬷计较啦吼，乖啦。 你听话啊！你先甲阿嬷哦，放开阿婆，我来手就疼呢。啊！哇！才一年外呢，啊！你手头搁遮有力哦，我看变化久哦，伊就当四界爬爬走啊，免我烦恼啊啦。其实你的解释我当理解啊，就算你毋是因为食药啊产生副作用，你的血素。 嘛真有可能会退化，啊！不过记得，甲生活惯势无共款的，过去的你，上讨厌别人卡着你的私人物件，就算我甲兰花阿嬷嘛袂用的。啊！不过你拄则，竟然叫兰花阿嬷替你款行李，小薇，小薇真正给要气笑我啦！张阳红啊，啊！这查甫到底是够偌济怪癖哈？啊，做一个普通人，敢有遐困难？ 啊，都一定爱甲家己，无甲才复杂哟。我真正就没有你害死啊呢！啊，我都足久拢无看你，啊，想要甲你讲话嘛，啊，这那都需要什么理由啦？哎呦，你莫阁怀疑我啦！不管哦，我是毋是有改掉什么怪癖啦，还是改变我的信用啦？我对你爱哦，绝对拢无改变啦！ 我就是你的阎王阿嬷啊！哦，你要相信我，啊无，我唔是阿嬷，啊无，我是啥人呐、啊？
你看这面就是你阿妈啊！啊，无来来，你望看嘛，你望。你明明知影，我上讨厌别人无经过我同意就看我。啊！你和这乌金公要创啥啦？阿妈，你搁袂记啊？伊叫黑杰克的。那是药的副作用啦。好啊，那呢，咱来做一个试验，看你会当通过袂。啊，是要做什么试验啦？你哪都安尼为难阿妈啦，哈。我看过一篇行为学研究报告，伊讲骑脚踏车就是一种内化动作序列记忆，只要会晓，就绝对袂放袂记啊。因为这种表现性的记忆。会伫个大脑内底独立运作，袂因为受伤受到影响啊！吼，骑脚踏车哦，我会啦！哦，这边给我考试啦，我细汉就样骑啊，我搁样放双手呢。啊，是讲哦，啊这个黑杰克有啥物关系哈？因为拆解手枪，甲骑车同款，是动作序列记忆，只要学会晓，就绝对袂放袂记啊！阿妈，过去啊，你只要十秒钟，就会当把一支枪重新拆解组装。今摆我给你一倍时间，这对你来讲应该是真简单的代志啊。啊，把这支枪拆开，啊，搁倒转去哦。是啊，这招哦，你以前常常表演给我看，我足期待的。那。好啦，我试看卖啊，出库保管，我嘛唔知过期哦。啊，这是要去倒位偷哈？啊，这无啊，啥安那？啊，这是要为倒位拔开呐？啊，是为加油啦，哈！啊！我袂记了了啊！哦，小安啊，你用这来搞我考试哦，根本就是要搞我逼死的嘛！这是本能反应，你若袂记的，就表示你将来拢袂晓。这位老太太啊，你即马敢愿意跟我讲你是谁啊？阮阿妈人呢？伊即马人伫倒位啊？伊是毋是出什么意外？啊，我。你袂讲无要紧啦，我袂对一个大人出手的。啊，不过张家良就不一定哦。伊从来唔捌来敬老尊贤的，我相信伊一定比我更加好奇你是谁。爸，你袂要去找伊啦。你们两阵讲我即马坐到伊都无你的烦恼，你想好办法去啊。你莫对付我。我无要跟你作对啦！你是谁？哎呦，摸袂过你呀啦！好啦，我就讲啦。我唔是张艳红啦，我是曾华丽。曾华丽？曾华丽是谁啊？那真的是谁？我伫倒位听过。是张家良的冤仇人，你不是已经死啊？你哪在这？无法度啊，我要哪知我这轮命死无头？你的面哪会跟阮阿妈同款？你是要利用杨红阿妈去对付张家良对无？阮阿妈这摆人伫倒位？你紧讲哦！你要看卖啊？啊，你不是真巧？脑筋动了真紧嘛，真敏感。安尼，你得要看卖啊。曾华弟，我阁予你最后一个机会。阮阿妈人伫倒位？我敢第一定爱甲你讲。我阁予你最后一个机会。阮阿妈伫倒位？
呀！阿哥伊是破病死的，我只不过借伊的外表用的尔。是啊，娘妈，伊是半白死，伊毋是我害死的。我毋相信，你讲话无一句是真实。你若是歹老实讲，我就去找张家人讲这个代志。我相信伊一定会去抓你，而且用比我更加粗残一百倍、一千倍的手段来对付你。太不应该了！你不要去找张家良的，伊是你的冤仇人啦！哎呦，真的，我无骗你啦！你根本都唔知影你家己是啥物人。你是哥家的囡仔，是哥志宏，佮江秀玲的后生啦。郭志宏、江秀莲，你讲和张家良要到陆家山地去结婚啊？嘿啦，你先哥，你莫两阵讲讲这种白菜，会当拖延我找真正的时间哦。我是骗你要创啥啦？你应该早就捌听到伊们讲过张家良甲郭家的恩怨啊。啊，不过哦。伊应该是无甲你讲啦，讲张家良哦，为着要报复高家，啊，甲伊个囡仔偷抱走送去育幼院。无可能，高家无捡一个囡仔。啊，因为江秀莲根本都唔知影家己生双生呀。你吼，就是高天佑双生呀啦。啊，无你想看卖啦，丢阎王爷奈无代无志对你遮好。伊就是咧替张家良赎罪，你是高家的囡仔啦。你若要去吼找张家良报仇啊吼，我绝对百分之百支持你。你要安怎支持我？张家良吼是高家的血亲啦，啊，伊自少年时阵哦，就甲高家母甲龙家散体。啊，不过哦，真无拄好，我是伊的血亲啦。啊！伊唔但无法度我吼，佮叫我一声妈妈咧，就像个哦，棒打老虎鸡吃虫啦。我甲伊讲，以后吼有我做你代言，趁伊即摆对我无任何封闭的时阵吼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予你一届的报仇成功。棒打老虎鸡吃虫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是老虎，张家良是鸡，我是虫啊？我也无安尼讲啦，啊，这是你无听过我一物克一物哦，啊，就像迄蟑螂拍拖鞋，乌龟拍铁锤啊。像是蟑螂，像是拖鞋，搁真歹讲。你搁有面讲，你甲张家良拍败，你连面皮拢撕起啊！搁会记住阮阿妈在当活落去，你凭啥物讲话大声？搁想要塞弄我，敢会想过天真啊？啊！我只不过讲老实话尔，啊！你若不相信哦，无爱我斗三工，啊！无想无你嘛加一个朋友，总比加一个敌人好啊！阮杨红阿妈讲过，甘愿无朋友，嘛莫甲歹人做朋友。啊！若无早办哦，互因反背，拢是应该。哇！你嘛去拜托，讲一句你应一句，你想要举一反三呢哈？好啦，啊！你若不需要我斗三工，无想要甲我做朋友，拢无要紧，你嘛不需要甲我突破。啊，咱着各人过各人的，大家平安顺顺，无代志就好啊。我就是一个真有路用的画技啦。啊，只要吼，我甲平常时啊同款，好好啊继续过日子吼，这牛进川甲张家人绝对袂发现的啦。因唔知影你这真正的皇太子已经回来啊。啊，因伫个明，咱伫个暗，你话足有理的呢。咱，我讲有讲。要跟你做伙对付张家良啊！咱有共同的敌人呢。啊，你无要跟我徛江边嘛，无要紧啊。我同款的听你。
望着你。